好，欢迎回来，我们 BioPod 第三 part。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，就是我们算昨天正式上市的神保全。神保全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挑这一款游戏来介绍呢？第一个就是因为呢，当初EVO 公布比赛项目的时候呢，包含了这一款游戏。我就开始对这个游戏感到兴趣，我就想说。你说大乱斗在 EVO 项目那也就算，这已经是传统了嘛。然后再新增了一个，你看任天堂的游戏九个项目里面占了三个，哎，对不对？大乱斗两款嘛，然后再加这一款就等于是三款了。然后这一款又是号称是不能说号称，就是铁拳的制作团队做的，然后主角是神奇宝贝这样，我又觉得兴趣又更大，然后又只住在 Wii U 上面，所以我就凹麦卡贝，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 Wii U 主机嘛，然后麦卡贝才有嘛，所以就凹他们去买一片这样子。好，那既然要介绍。这一款游戏呢，当然就会联想到我们的在麦卡贝也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位人物啦，神奇宝贝的红龟德，说话会不会越来越多啊？马车德红龟德，然后现在变神奇宝贝德啊，所以当初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也是第一个念头是想说要马上买嘛？你说 EVO 吗？我是说 EVO， 然后再一直到这一款要出的时候，就决定说要买吗？一直抱着很犹豫的心情，是是，对，我也是很犹豫。当年龄层很低的玩家，不是，是因为他，因为之前大台出的时候玩的人很少，所以影片相对很少。你说 Arcade 玩的人很少啊？对，很少。日本呢？对，不多啊，真的、哦。那美国后来是美国，应该是美国。贾斯汀开始在练的时候、有慢慢的引起大家的兴趣、因为他比赛玩的看起来也是比较精彩一点、他是用哪一只角色、他那时候是用马纽拉，有一个像胖胖的猫的黑色的爪子，是神奇宝贝里面的角色，对对啊，马纽拉，没有新的啦，因为后面神奇宝贝很多代了、对，后面出了很多新的，新的对。我想问一下，阿德神奇宝贝玩家会不会智商不年龄层都会偏低？年龄层有高，你今天知道这得罪多少人？基隆东西，自从听到我们下一拍要做神奇宝贝的时候，他一整个就是瞧不起神奇宝贝。没有，我说年龄层诶，你说你刚刚说我治什么？治什么？年龄层的治什么？你刚刚说治什么？年龄层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款难度大概比快打五再难个十倍吧。有这么难吗？我还没玩过。我昨天看一下实况，真的是不飒飒。然后阿德是不是其实还有身上有一个职位是我今天才知道的？职位？什么 CEO？ 我是任天堂总裁。其实台湾现在有每个月都有在办神奇宝贝世界赛的积分赛哦，亚洲区的。然后我是里面的工作人员。训练师。也不是训练师。神奇宝贝训练师。等一下，宝贝球拿出来丢这样子。台湾小吃。反正就是官方比赛的工作人员这样。所以已经在办了。已经办了很久，今年已经办，去年也有办。去年我们台湾啊，对，我有看到实况转播，有看到有在一些台湾现在谁最强？我问一下，台湾最强红龟德啊。其实现在很难分呢，因为都差不多。对啊，我觉得很难。其实神奇宝贝是只能用神宝贝，不能用主人。有谁想要当主人？你想要看主人出去打吗？你是不是喜欢火箭队？不是啊，我知道神奇宝贝主人是戴帽子吧？对，小智啊，小智嘛，对啊，不能学小智哦。当然是叫皮卡丘他们去打，对啊，游戏基本主角是他们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，话不多说了，那我们就来进游戏画面吧。我觉得我们昨天看到就是台湾第一个实况组就是小温，就是玩 Mario Maker 那位很知名的实况组，你应该也知道了。马里奥，我有看过有一个台湾在播，然后他技术其实还不错，对，他还蛮厉害的。那他昨天也入手这款，然后在实况了。那看起来是还蛮不错的，因为你知道铁拳制作团队的，就是他们制作的那个格斗游戏都还蛮硬派的嘛，就是那个打击感都很够。所以这游戏也是像快打一样，就是跟人家对战这样子。对，它其实也算是就是一对一的格斗游戏。它比较特别是它是3D的。我不是没有童年，我童年没有在皮卡丘，皮卡丘好像是我高中的事。真的，我皮卡丘好像是我国中高中的事情。我小九吗？你们灌篮高手是什么时候看的？国小。幼稚园吧，国小。你还没装，你说真的，你幼稚园。他国小，我幼稚园还好，差不多啊。幼稚园差不多。国三还在追，我国三的时候在追《灌篮高手》。那时候在连载哦。国小啊，在连载，我在看《少年快报》。我国三，那连载结束，我高一。
他练的是我高音，你看一下，所以你觉得我怎么能追得到皮卡丘？皮卡丘已经是我更早之前的东西了，高中的事了吧？好，那小朋友未来也会看的啦。也是啦，我小朋友应该现在先准备心来看巧虎，巧虎流行很久。啊，没有，你还干嘛？妖怪手表啊，谁来跟你巧虎？哦，妖怪手表可以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因为它这是从大型机台移植过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由铁拳团队制作 3D 格斗游戏的开发经验来改编。那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到家用版它多了什么东西，就是超梦这一只角色哦，帅，这只帅。啊，我们刚刚选的时候有看到吗？我有没有那个隐藏角色，所以要有一定的要素把它解出来。哦，要用解的哦。对，我还以为是 DLC 耶。听说是要解出来。哦，好吧，那第二个就是目标是什么？菲鲁姆战斗之顶点单人用的菲鲁姆联盟。这个你知道吗？这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菲鲁姆战斗呢，是神奇宝贝们一对一的形式来较高下的运动战斗哦。这个其实就是大概解释一下说这一款游戏的故事背景啊，为什么他们要打就对了。嗯，反正就是挑战嘛，就是之类的。然后，好，话不多说，我觉得因为其实阿德也还没有我开始玩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因为今天教招才刚回来。对对对，然后今天教招才解招，所以我们等于是说我们一起跟。观众来熟悉这款游戏，好不好？我们进游戏画面。新款皮卡丘啦，我只认识他啦。他有佩德跟二，所以里面只有神奇宝贝的。为什么他长得那么帅？目前长那么丑，没有其他的。对，目前是。那我应该有认识一，应该会认识一半吧？有，我刚打开来，应感觉应该认识的。我里面我真是皮卡丘的小智，你教我怎么用？你是有毛病哦。就是其他里面有附那个啊，我们配的他有附哦，有附那只动作。阿德，你要用配的还是用Pro手把？他其实这款游戏，你要看萤幕玩还是配的玩？我看你玩啊，我跟我玩，这我认识啊，耿鬼啊，耿鬼大家都认识啊，因为最终进化耿鬼啊。可是现在是双人模式啊，真的吗？对，好，看这个跟看这个有什么差别？因为他的视角其实是不一样的，给叶子玩好了，视角其实是不一样，你看能不能乱按？那我就是在这边玩之类的。为什么不用？然后这个是 support， 对，就是一开始可以选的原著，然后你可以选两，就是二选一。那你知道左边那边墙右边那看起来像笨蛋一样？右边那只我才看过，好不好？左边那只我没看过。啊，那我选左边。右边那只看起来像来帮我那种感觉。他一开始都会进入远距离的战斗，按个攻击他就会发射子弹之类的。对，那个 Y 是远距离攻击，然后 X 呢是近距离攻击。对 ，B 是跳。A 是什么？耿鬼应该可以把它催眠吧。A 好像是它防御是哪一颗的？我忘了。它防御是 R 嘛，对不对？这玩法好像有点一开始很像火影忍者，然后它这样子就会进入近距离的战斗，就是像二 D 格斗。然后它有这种 S A 啊，怎么样可以变近距离的战斗？就是不知道怎么攻击的状况，像这个时候就变远距离了，对。他是看招式命中。这样讲不知道什么样的话，你再介绍我就揍你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给我去旁边，因为我生气啊。像这样子，有一些攻击打到，像这个是打破的，他会攻击我，支援角色。哦，我被催眠嘞。叶子是耿鬼的，对，超帅的。耿鬼他超可爱。耿鬼超帅。对，耿鬼超帅。我自己也喜欢。可是耿鬼他的动作，攻击动作有点慢，就是慢慢来。哪里？他那个长得像马里奥里面的怪，那是龙，恐龙，恐龙是库巴啦，你会变紫色，库巴差很多好不好？库巴变紫色了，哦，又摔起来了耶！哎，你回家你不会玩吗？处理，你回家你不会玩吗？叶周病强。好，那每一次战斗结束之后，你会看到一个应援的那个更换。哎，三战两胜是不是？对，三战两胜。不过它很特殊啊，它的退战时间只有八十秒，因为一下攻击就一百多，然后血量就五百而已，五百多。我比较对那个雪人画面那个好奇，到底有谁？哦，这个被催眠，这个不能挡的，被催眠的，不可防啊。对啊，可防啊。不可，可是我挡不住，因为我按防御了。你出去好不好？你不会玩，只是惹我生气啊，惹人家观众生气耶。来，现在稍微乱一次，我们什么什么？他变成了哦，大绝吗？哦、这一组小子啊，哦，音速小子，什么？叶子你很厉害，你职业选手对不对？因为有天分，哪有？完蛋了，你要被偷飞了哎、欸！有没有？你这个行为跟观众的罗哥，你回家看转播啦，你回家看直播，哇，我生气，绝招哎、欸！为什么有绝招？吃掉哎、欸！杀哎、欸！叶子有偷练，蠢蠢哎！你在问我这个什么？你就回家看直播，真的、啊。耶、yeah, ，耿鬼的胜利，你自己也不知道，
好，可以了，我们大概玩一下就是这种感觉啊。好，那我们应该稍微来进一下那个雪人画面，雪人画面。哎、欸，按到继续了，他先退出。哦，我们先退出，我们先退出。B 嘛，应该是 B 嘛。暂停，应该是按 select 吧。哦，我会，我会。哎、欸，这台我也好想买啊，还不错啊。随手可以玩嘛？这台我有。你为什么会有？我买的。你会想练这款游戏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游戏好像可以玩。世界赛冠军奖金10万块美金哎、欸，10万块美金。我打先玩，你试看看。那你这个先退出吧。没有那么高吧？我先。10万美金，台北市投棋馆都有嘞。好，来，我现在可以看到目前有可以用的有14只。那如果把要素叫出来，就是把超梦叫出来，就是15只啊。嗯，哇，这看起来龙啊，这个是什么 ？ET 哦，这是水晶。ET， 哎呀，我认识喷火龙。哎，这个是灯笼吗？我认识耿鬼跟皮卡丘两个而已。哎、欸，这个我知道、哦，对，我们看不到。这是我激龙东向学人角色。豪利吧？你们看不到？怪力豪利。看不到你选的。那我选皮卡丘啊，大家都认识他。有两个皮卡丘啊，皮卡丘有两个，我只认识一个，你不要为难我。真的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摔跤皮卡丘，这摔跤选手吧？这很酷哎、欸，这是打摔跤的吧？那你不要选皮卡丘啊，两个都不要，我选皮卡丘了。哦。哪一个皮卡丘？我选这个皮卡丘，长相笨蛋那个。长相笨蛋。长相笨蛋，就什么都没穿，长得像笨蛋啊，脸看起来很好呆。选这个好了，这是灯吧？对啊，这是灯，可是没手没脚的，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怎么打。幽灵灯哎，然后时间可以调哎、欸。我喜欢幽灵系的，嗯，我喜欢超能力系的，应该直接吧，直接开始，直接开始。胡弟拿汤匙，直接开最下面的按开始，可达鸭是可达鸭。哎、欸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你 A 不是吗 ？B。哦哦，你现在按的是 B， 现在按 B 按 A， 你刚按 A， 你刚刚按的是 B， 好 A A， 对对对，A B 不分哎，这样都这个嘛对不对 ？A 嘛对不对？对 A A A 对，我呀我一直 A 啊，我一直 A， 你刚刚一直按 B 的，乱说话这个，随便你选，这边是原著原著的组合，你可以选哪一个？有一部哎，一部是谁？一部哦，你说那一只哦。伊布好像是能力上升的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岩浆啊，看起来花的要死，人家眼睛又很受不了啊。你看看像不像智障那个皮卡丘？皮卡丘，皮卡丘就要选伊布啊。这个选谁？我不知道，这个是第一是选那个，随便他这个是资源伊布，资源有限定吗？有时间限制，资源有时间限制，对，可以叫。我操，字幕哥，他等剧本满的时候，你直接来这边好了。先选一个水晶灯火灵，屌哎、欸！这看起来比较厉害，这看起来像笨蛋。等下，江东，什么？又有一个要被激用，又有一个要被电击屌打。攻击哪一个？我会，我会发，我会发电。你会按啦、啊？你这样跟玩内旋不两样啊！我要为什么丢东西？距离。试试哥，连玩这个也要试试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丢波动的就好了。好像太累哦。挡好，我会挡一下，我会挡啊。我挡了，就是我可以跑吗？拜托，他打你脑痛哦！我打、啊，我打嘛！这种没手没脚的角色，这样看起来還、欸、怎么样？可以打我笨蛋！你看我又不会痛，哈哈！你要破防了，颜色变了。朋友出来了，朋友出来了。Pikachu， 我怎么中了？哦，看我朋友，但节操怎么有点烂？那感觉好像是衰技耶。其他什么啊？我觉得你好像比我还糟哎！你看他会不会打死哦？没有啊，左下角就是我，是不是？上面那个是那个没血的那个。铁尾巴。好，远距离你就死定了，我真的很会。靠腰。那个比较强。等下就过去揍他。沙西多，你干嘛？我知道我的挡，赶快挡！现在不挡就死定了。叶子，你电话，叶子电话在响，叶子电话在。你刚刚真的很乖耶，4秒钟，我都不气功，不气功哎，他现在没有气了是？你超你要按远距离的啦。哎呀呀，很多招式要学。还好，你看他被我打死，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，看看你跟我，我们之间是有差距的。你知道直接跟业余就是有这么差的一步。我蛮厉害的嘛，换阿比哥的。我不要你那只，那只太弱了。等一下再换，你自己换嘛。我已经有预设了。我觉得小王怪力耶，你是两场。我有那只有可能，我就考虑。你大家知道我玩谁了？我觉得你会玩怪力啊。怪力有三，依你的风格。哎呦，
哎呦，有中了，好像不错，好痛啊！可是我想要玩喷火龙，就没有远距离。我想要玩喷火龙吗？为什么？喷火会喷火啊！长相比较帅一点啊！对啊，帅啊！怪力很帅的多只手哎、欸！啊，你为什么会喜欢巴迪？巴迪很帅，会吃香蕉啊！皮卡丘，我叫了、欸。不是不是，你叫了就会变强，好不好？除 A K S 跟 Y 有什么功能？我只会按 A。A Y 是 Y 你坏蛋啊 ！Y 是气功啊 ！Y 是气功啊！有被他摔，我就说燕子好像会玩呢、欸。我突破一下啊！我朋友啊，为什么我没血啊？他打得好痛。北吧，哎，河北，河北，这有够烂的，拿来啦！哎，我教你当职业选手，教你怎么玩。我刚快把他打死，人家叶子连灌你两场河北。好，我接下来换那个阿 B 对叶子，好吧？第二个，第二个，你摸不到他的啦。这游戏一看我就会玩啊，没有蚊香蛙，蚊香蛙。一些比较老的有名的角色没有，没有出，我觉得以后会出吧。火焰级有人点火焰级的样子。火焰级是哪一只？左上方那个啊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好像昨天小温拿来玩，看起来还蛮帅的。看起来够丑的，好看吗？你像过气阿尚在穿的衣服。基本上，因为这款游戏出不到几天，所以我们算是跟观众一起来摸索这块游戏。道馆，道馆哎。他场地还蛮酷的，你这就选怪力吗？选怪。他等下下注完，你觉得谁会赢？啊？你觉得谁会赢？我觉得叶子会赢。那你觉得？你觉得叶子的角色叫火焰鸡哦？我连跳，我连跳伞都不知道啊！我刚刚也不知道啊。B 哦。对 ，B， 然后再按，就是那种 X 还是 Y？ X 啊。你说上面还是下面？左边是 Y， 左边是 Y。什么穿龙踢馆我会啊，没有啦 ，A B A B X Y 大姐，上上下下 A B A B X Y， 你以为是我陀螺？他怎么一直打我啊？不行，你会玩吗？哪一个是防御？啊，右上角那个会破防哦，破防哪一个啊？上面两个吧，这游戏不行啊。上面两个是反击。人家打你就被打，然后被打，下面两个是光芒。嗯，这游戏有什么绝招啊？我都不懂。因为它是3D 格斗游戏嘛，对，因为所以你基本上选了一个方向之后，它就会随着那个方向决定招式。哦，是选择好你面对的方向。靠背啊，我打。哦，我觉得我打得蛮好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把他打死哎、欸。哪个是叫援助啊？这个左上角，绝招哎！哎，那只很厉害，我刚用那只翠宝打他了，一开始就跟他下马威，吓吓他。该买 VU 啦！你都摔到屁了。成龙，跌倒了。水系的。飞踢。啊！再飞踢。哎呀！哇，你看不得。你这根本老伤啊！你根本老伤啊！不要走！哎，我都挑衅啊！嗯，只是动作而已。我们挑衅靠腰。这么老伤啊！老伤。你这个废物啊！终于输一局了。叶子呛虾，他说他终于输一局。我用绝招啊！搞一个用绝招。你知道你要气条吗？按上面 L1 R1。气条在哪里？哦，有了哦！为什么？什么？有中吗？没中。可是 Birdy 哎，变红色了。这真是 Birdy 哎！有效，你就练这只好啦。这角色很适合你啊。对啊，你就练这只好啦。然后还可以学老伤。心等着你啊。对啊。在慢慢的力回了耶。我的飞机为什么那么痛啊？怪力好疯狂哦！哎呀，不想到了！太强了啊，上大头！摔他叶子，他只会防啊！哦！我那招那么痛哦！哦哦！不要！哦！不想！哎，老系统！哇！
你怎么一直撞一直撞？我记得他可以的，我记得他在空中是不能防御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是不能防御的，然后有空摔。哦，哇，地雷阵哎，好帅哦！地雷阵，哎，我的好痛哦！哎，关角落啊！哎呦，要逆转啊，要逆转啊！不要啊！哎呀，还有13秒哦哦哦哦哦！哇，赞呢！可以啊 ，B 十万是我的啦！要不这个去参加？好啊，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来进一下那个教，我们还有时间进教学吗？这个的教学快了，我看阿德怎么教来。这个教学阿德，我看你怎么教。比较适合。我真的，我刚刚没有摸一下而已。我们还有时间吗？还有时间。好，我们大概进一下那个教学模式啊，要带跟大家一起来玩这个东西，因为他的教学模式我觉得做的还不错。就是连段的部分，连段连段哦，连段的部分。厉害。我们要进去。我靠，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让我玩？你们要如何？真的耶。没有，谁知道你们就一开始就开始那个基础篇吗？时间不是吧？不是这里吧？上一层，上一层。要打 combo 吗？看我多少。对 ，combo 是最后一个。哦。我看到 combo 到场，你就知道这一款游戏多么的有内涵。我靠，我知道你们的日文都很好。阿德选一个，阿德选一个。我要选一个吗？你选一个，你要练的角色啊。你选谁？你觉得跟他选看起来不一样的皮卡丘吗？好，你说那个摔跤躲皮卡丘，右上角那个。好，不要。我哎、欸，这个不错，被他选走了。喷火龙。哇，一张好丑啊！你们选个脚要理。忍者好，忍者。水军。路卡利欧。不知道，忍者还蛮帅，伊芙琪。你要这样练习的话，这个游戏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我们刚刚那样子，其实就是在随便玩。对、啊。那你进到，你要认真玩得了。你进到这个道场之后，你就知道这个游戏有多么的容易。这只是连段，你先记住。Combo 道场。我就先看一下 combo 就好，有点复杂的连续技，就还有技能表。对，然后他会先示范一次。好，上 X 是前 YY， 铁拳对不对？很有铁拳的感觉，就是铁拳的团队做的。连段哦，是不是？连段哦，错耶，是不是？妈的，那你一叫我按 A， 叫我按 A， 叫我按 A， 难怪我只会发信中而已。看到没有？那、哦、不错啊。会。有学过中文的应该都看得懂吧？哇，会变那一只出来耶！我是蓄力攻击啊。这个好像是 critical 啊。哦，阿德失败了啊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、啊、没有、啊，这是新的，这是新的啊，这在示范。好帅啊，这只！这金箍棒还是骨头啊？金箍棒吧，吃骨头也可以，它原本应该算骨头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呼一吃骨头，是什么共鸣？好像在玩铁，还要取消哎、欸，对啊，还要取消。哦，好帅哎、欸！哇塞，昨天小温就玩这一只，共鸣是这样都喜欢吗？哎、欸，他直接打了。这个我知道啊，这个佐助也会啊。阅读吗？可是我失败了。你失败了？你会不会啊？对不起。他失败会直接重来耶。啊，是哦，对啊。那还蛮那个，蛮亲民的。啊，有了。阅读。我决定后，你阿德完成前面十格的连段嘛，对不对？后面的呢，给基隆东。哇！然后基隆东完成的呢，再给阿 B 这样。几个啊？总共几个？有二十格吗？没那么多啊！你写那么小，你怎么看得懂啊？你不会看那个、啊？他有图啊。你看你是看那个的，我不是看那个的啊。这是什么？挖一只魔狼？你来一遍。看得懂什么啦？你不给你都不说变我了。什么？A B， 阿 B 以前有摸过铁拳吗？空中 Y 哦，没有，空中 B 是跳啊。A B Y，我会嘛？你在讲什么大忘记密码？就是这样啊。B Y， 我觉得你，他是一起要怎么跳？对啊 ，A 加 B 啊。他是写 A B 耶。对啊，你可以按回放，按解套。
剪，他就会回放带有剪 ，OK， 他会示范给你看。哦，所以他那招是自己会跳起来吗？他会自动第一招完，他会起哄吗？应该是。这不是你刚用过那招吗？那大学不一样，最后大一样嘛。共鸣中，共鸣 bust 就是刚刚哈鲁说的爆气嘛，就是你要先爆气之后才可以用大绝招啦的意思。啊，你现在是已经爆气的状态了。哦，对。不行啊，打不上去啊。AD 阿德来。好。跨屋哦，金庸东跨屋哦，女面墙。我觉得我快会了。你说哪一个是回放？我先看一下。尖。看过几次了。我不知道你要不要，你去空中看到会烦的。没有。这么简单啊？他妈，你看回放，很简单啊。补一百块，第一次用不出来。等一下啦，你要怎样？补一百块，三次内用不出来。不要了，五次好，五次哦，五次哦，快来，好来五次，预备，第一次起，还掉了，这封信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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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准备第二次，干嘛的？我让你慢慢看，我让你们第二次要准备了，你不要按哦，按了就开始哦。等一下，这样够不够？时间宝贵，先不要去，这个钱等下说。他跳了，怎么了？他叫你 A B 啊，你跳个屁啊？好，会啦。哎。啊，我刚出很好，可以，没关系，失败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会重来，又失败了，第四次了，最后一次了，啊，结束啦，一百块啊，观众都在等，我不要拖时间了，眼睛是雪亮的，一直失误啊，各位观众，下次我看到阿 B 啊，记得问他说，千金红东一百块还了没有？帮我吵，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还，看到他就说，你千金红东一百块还了没有？帮我吵，哎，我错招啦，我觉得。再再再再再再再给你一次五次的机会了。靠我！不一次，他比一次啊！你是要比 EVO 是吗？阿 B， 我们给你最后三次机会，来来，帮观众要捧哏。可以可以，好的，好的呀。他好像是要低空吗？他是第二下，他会在空中。再慢一点，按太快。有了，你们还帮自己跳？对，他自己会举高，他自己会不用跳。然后你在空中的时候歪啦，歪歪歪就弹。有吗？有。哦，有了，有。一次啊，一百块。十几次。没有，都重赌一次啊！没有，重说重赌一次，一百块没啊。好，这游戏我会玩了，可以去比赛了。神病啊！好，那我们今天神保全算是简单的试玩了，好不好？简单的试玩，我觉得。等到过一阵子，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后，阿德你有买嘛？对不对？对，我已经先买下载那个数位版。哦，数位版哦。对，所以只是它实体片比较难买吗？没有，是我觉得我应该玩很久吧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吧、啊？这个你可以玩很久。那你刚刚观众说我要带快，那手速太快是个烦恼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算是抢先试玩这一块游戏，然后等到阿德摸得比较熟之后，再来跟我们介绍，好不好？这多少钱啊？我也想买。这一万多啊。那我再想一下好了。哎 ，VU 一整组有含这个吗？它其实有一套是有含这款游戏的，通棍机，通棍啊，通棍机啊，嗯，通棍的，啊，该来去买一下。我是买那个马里奥通棍机，我也想买马里奥通棍机。你也想买马里奥通棍机？因为它盒子都做得很可爱。哦，是马里奥，我想要盒子在不丢在旁边。盒子很好看，盒子是真做得很好看。我是比较想要收二手的，因为 VU 好像蛮。我卖你啊，两万块。你他妈的，我不要两万块啊！日币啊！好了，那今天特别感谢我们阿德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。啊，很辛苦啊，叫招四天才结束，然后就冲过来这边。没有阿德，等一下可以留下跟我们一起打快打，啊、我们下一趴。啊，对啊，我可以陪你玩，我也可以陪你玩。你要陪我玩啊？对啊，你走开啊！我们等一下下一趴是那个观众挑战赛。哎，观众挑战赛啊，对，我都一直忘了讲那个观众，赶快去那个 FB 那边留言，今天一样有挑战，就好不好？你要挑战的人跟账号。对，就是留下你的 ID 跟你要挑战阿德也可以，现在赶快去留言。对，赶快留言。好，休息五分钟，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